我们现在在大岛的250公路，然后这个是要往北角的方向，然后突然就出大景了，超级漂亮的。哇，哎、欸，这边很好看，待会来拍这里。啊，蓝天露出来了，然后往这边看呢，可以看到很多云的那个远方有一个4000多公尺的高山，已经完全的被遮住，这云遮住，完全看不见。然后这个海湾很漂亮。